气，表演完了我们三家女仆们的精彩的舞蹈演出。那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的 MC 时间，那我们一样，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Kira Base 的女仆们。咚咚咚，跳跳的跑上台了，咚咚咚咚的，哦，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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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这边请来这条线上来，这条线上哎，好，那我们欢迎魔法兔子的女仆。兔子推，我们小兔子去哪啦？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哎，他们也砰砰跳跳的上来了，嗨嗨嗨嗨！最后最后，让我们欢迎时刻动漫女仆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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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掌声欢迎！哎，你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上来，抬得下吗？直接可以上一下吗？可以上一下吗？我可以下去，你不可以啊？去哪？回来站好，好。好，有好多，来来来，先来，我们决定了，矮的在前面，高的在后面，让大家都往后站。那你要听话，那我也要往后站，乖听话。然后我们列队站好，来一区一区，哎，兔子分开了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兔子要回兔子窝去，来来，让兔子跟兔子黏在一起。哦，老公你这样不好。哇，这画面好美好哦，大家快点，有相机的赶快来捕捉一下。对，可是我们不会等你的。那我们先谢谢今天的女仆演出。那我们先从 Kira Base 开始自我介绍，跟说说你们今天的心情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Kira Base 的女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灰灰。哎，我是卡比。我是 Hanna， 我叫做西兰。耶、yeah ，那有谁要陪我 MC 啊？我的朋友，你想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就是辛苦各位主人跟大小姐来到这里来看表演这样，然后就是我们第一次啊、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场地，之前都是在另外一边，所以来到这边其实蛮新奇的。然后其实昨天大家都没睡好，所以大早就起来准备赶高铁，天都还是黑的。边化妆看一下啊，天哪，如此可怜。那真的就是很开心，可以再次来到台中这样子。那我们的摊位呢，现在呢有卖限量的生血，还有徽章，然后还有今天限定的2020的桌历。那目前只剩下一个喽，所以就是有兴趣的主人或大姐可以欢迎来到我们的摊位来看。那一样呢，我们也有卖拍立得还有水晶拍的部分哦。那期待等一下在摊位可以跟主人或大姐见面喽。谢谢。好，让我们欢迎魔法兔子村，让我们自我介绍，说说今天的感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魔法兔子村，我是李耶。我们是位于桃园中壢的魔法兔子村，对。然后我们摊位在那边，今天有卖生血，然后还有卖就是饮料，还有食物，红茶跟我们的三明治，还有鲷鱼烧。然后现场也有拍立得跟，对，因为有一些限量东西已经卖完了，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说。对，好，就是可以去我们那边的摊位看一看，嗯。对，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没有睡。对，就是这是叫没有睡，我叫睡两个小时。我们今天睡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李爷，他睡了两个小时。对，然后大概睡了20分钟。哇，在车上。对，在车，因为我们的大魔王开车过来，所以我们是在车上睡觉这样。大魔王很辛苦，他到现在都还没睡。对，大魔王到现在都还没有睡觉。可以找他多聊天。对，让他醒着。也可以，就是我们那边还有就是小精灵，也可以去找小精灵聊天，小精灵很香，对，超香的。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来这里，对，原来出那么远，好，大家都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哇，你这样人家会以为女仆都不睡觉。那我们接下来欢迎中部时刻动漫女仆。时刻动漫的魏梦，我也没有睡觉呢。我好像是6点、6、7点吧。对，有点事情，我好像还蛮多人。
看，大家都没有睡，仙女都不用睡觉哦，大家都是仙女。大家好，我是时刻动漫的尤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刻动漫的小樱后太鲁。大家好，我是时刻动漫的橘子，我不是仙女，我睡得很饱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魏梦的徒弟陶乐斯。啊，什么后文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时刻动漫的，我不是林泽英，我是紫色，我是时刻动漫的执事，我叫杰克。然后那边是我师父，他是小仙女。大家好，我是刚刚驯兽师陶乐斯的猛兽小八，然后魏梦是我们师父，谢谢。那我要稍微讲一下我们的东西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石刻女仆，那我们的摊位在那边右手边的第一摊。那我们今天有贩售就是2020年的年历，然后目前完还有吗？那目前的话大概剩不到5个，如果想要购买的朋友就是等一下午饭结束前可以赶快去买。那还有小瓜，他这个人真的很过分，他其实一代的时候出过就是他的 T 恤，没想到出了二代。哎呦，没有，你要不要自己安利一下？哎，我自己安利吗？啊，等一下，我没有说我要，我没有说我要午饭啦。自己的东西。今天就是还有推出，就是小瓜的二代 T 恤，那他的就是有个座右铭叫做“说好一起成为宝可梦大师”。大家看我今天也是看起来就是一副训练家的样子的，那就是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喜欢小瓜或是对小瓜感兴趣的人，可以在他身上看到我的影子。这样，谢谢。那还有就是，如果就是觉得我们家女仆表演的不错，或是其他间女仆觉得他们很可爱，可以到他们的物贩摊位去购买拍立得。那时刻的拍立得最后喊拍时间是到3:30，就是请大家把握时间。对，好，大概这样。那我们再来一次谢谢三家女仆的自我介绍跟他们辛苦的表演。然后现在很重要，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。